学姐，物件无啦，学姐先。
美金好贵啊。
现在300块，二三八现卖。那他帮我算一下吗？好，阿双把它算一下。我刚才有预留。有很多人有预留啦。全部都他的吗？你留什么？你去找他。你留什么？你去找他嘛。哎呀，我说你留什么？你去找他。买个300块先卖385哦。哦。好了。好。好好，没关系，已经300元了，按照600元给你了，300块就好了。300块呢？厉害哟！这个花卉啊，会不会买啊？会不会买？还有300现在？没有啊？有啊。收到了吗？这种洗老鼠收到了。几号到几号呢？来个沙发先，再过来个沙发。这半夜弄来个沙发有人的，然后是电动的，你电动跟这边拢袂处理。沙发了，有人来哦，有人来谢谢，感谢你。什么鱼啊，老乡？这个啊，这个变小点了，好不好？无线了啊。收到刚刚写的五，刚刚五，一起大地，进来来掉钱，扣啊，这无扣啊，要大地。对啊，我说有，我才能帮你引流啊，没有的话就算了，不差，你就没有就没有啊。好，你先来了，这我们给好准备啊，给在，到后面要开始开百二，百二要是300啦，300块就好了。好不好？这个第一间就好了，吃大锅也可以，这个比虾米还要好吃。四个给你了，300块了。啊，五哥给你300块。够了买，我300块只包两包三包四包了，这样子包就来一锅包来三包来。300块，两百我3、8锅。月亮花枝虾米。卖多少就公问老伯你啊，你小。你给我一虾啦。好啊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不去包嘞。现在工艺比较温暖啊，卖了。这不是沙包，人家都搞过沙包。笑死了。沙包多少啦？沙包一两。包一两，包一两。包一两，两包。两包，两包来，三包来，四包来，还够两包。来个两百箱的饲料，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，哎呀，不来呀！来个这样，哎呀，一定爱喝的，这样要做，就是的。那么到你了，赶紧讲，你赶紧做一下，你讲，讲。我来。我来。200来，2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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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是。好些，一年好几万，大行乱变变化啦，哇，哇，我老喜欢，我搞不出来了。阿杰，这首叫帅爷，八回，已经八回以后了。我想我们帅爷啊，我帅兄弟，这帅爷钱把这人拿头刀落嘞，他剥皮剥好了，先买，再一块一块另外。先到先问帅爷，有人来我学，再弄来就钱给你啊，再弄来就钱，这一招花好快。下早会用辣椒，再种两个两分钟。下早人会烧，来啦！下早你一台五百块啦，一台五百啦，我少一人个啦，即摆拢来啊啦，帅鱼哦，帅鱼哦，再有些雪条，买少一人个啦，五百了啦，哎，五百块啦，帅鱼，这人无到落只嘛，拿五百哦，五百块了呢，五百，来哦，来哦。现在没钱拍过去，大锅大锅无人爱吃，来伊也几年啦，现在你都看，是吧？五百块就行啊，五百块，对来五百块，帅五百块，五百，起码就是了，打你的花，你走，我买你的花，够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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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一定，因为鬼头刀不是养殖渔业。
二里几点结束？通常在十点到十点半之间。我爸了，太我爸过了，有六条啊，你没六条啊？差不多了，我爸了，够了，我爸过，无啊，无啦，谢谢感谢你啊，非常谢谢，无你搁一声，你讲下去呢？有虾仁吗？虾仁有啊，来。这个是什么？红包呀。能分啊？黑米味红的。去外面问问快递是啥钱啊？至少现在四百五，一份五百啊，还两份一千的就买一包起，奇怪呢。还有错不现了没有？还有白带鱼吗？没有了。骗人的鱼怎么算了？白带鱼，这个鱼啊，你无搞的，不会鱼啊。来，白带鱼，白带鱼搞的，一直都白带鱼。哎。确定只要买三百。三百两份，然后下辈子。三百两份啦。三百两份。我现在来个三百，下年啦。炒饭、炒面、包水饺，三百。炒饭、炒面、包水饺，三百。哎呦，老师，我们破了。谢谢啊。菜菜哦、喔，菜菜没留后表，今天他吃菜了。我先吃水啊。这美菜假手。蛋炒了，不花，不花，开了，开了，再次开花了。再一点蜂蜜，蜂蜜。三百块钱，哎你呐。好 ，OK。Thank you。太快了，你来。哎，我就先来，我就先两个，一两个哦，哎，一两个五，一个五哦。啊！螃蟹啊！啊，你比较瘦呀，变瘦。啊，瘦比较紧啊。到时无量的用的，哎，这鱼两只拢无加工的，所以水果卖都一波。是安怎鱼一只鱼啊？两大细比一点高。哦，对，同款意思。你先来，这鱼两个我来餐厅要切啦，但系这包切起来切较好就对啊啦。你要像夫妻一样啦，夫妻人也较贵。切较好一条偌济，你若说一条三百几块，哦，这一包一包两千几几块，好歹个。哎，姜贝三包，姜贝三包啦，姜贝三包你开偌济？够哦，无啊，我安尼啦，姜四包啦，我有讲啊，一包卖一百，四包卖四百啦，安尼好无？姜五包啦。十八哎，卖什么干饭？是泡开来吃，但是啥人拢真的是安尼较好吃。你爱无三包？啊，三包。